心法讲座。时时刻刻家己，咱莫甲怪人骗，咱爱先检讨家己，是毋是有偏，是毋是家己，即个叫做无智慧。咱爱家己检讨家己啊，自然会改运啦。吼、哦，甲改运。所以，那咱相信，好、哦，咱的同事啊，伫选总统林洋刚先生，好、哦，伊讲提倡的相信，但是咱全民呢？无去认识的诚信，拢以利为原则。咱诚信就是咱的生命，已经甲咱开始甲咱讲，咱的人的生命是诚信，这是咱的人的生命。咱无开发出来，咱的社会袂安。是伫开发，人讲叫咱大家爱开发诚信这个生命的光辉啊！吼、哦，那么总是有人站出来咧开发，吼、哦，开发诚信。讲伊是方程式，哈，所以啊，咱人世间啊，若是讲敬畏咱的嘴，讲出来话无信用、无信的时啊，哈，所以咱的渐渐咱的信用会消失的，人对咱生理会直直甲咱离咱而去，亲戚朋友离咱而去，所以咱讲话爱真注意，哈，甘愿卖讲，无代志，你若讲全代志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。啊，九华山，吼、哦，九华山呢，这个大兴禅师，啊，这个福慧尼师啊，啊，伊在生的时，伊从来无讲话，几啊十年拢无讲话，伊讲话就是胡乱的经文，这个话啊，讲出来的，的是人真正干脆卖讲话，直做，直做，吼、哦，接着直接开，哎呀，师傅啦，拢卖讲话，问唔到去啊，法师卖讲话。意思，咱嘛爱兼讲话，咱有必要才讲，无必要咱讲，讲讲一大堆无内容。讲话愈多，你业障愈多；讲话愈多呢，因果有愈重，阁爱注意。好，莫阁糊涂个啊。那么，咱阁来看第三爻，好、哦，第三爻呢，哈、哦，火六三，火挖。好话不可不当，那无食休食有凶险。咱真一行要讲话，为着要讨好他人，讨好别人。那么讨好别人呢？好，那么往咱咧讲话啦，有当时啊会讲过头的，讲过头的，无迄个力，无咧气力，我忘记啦，看着我辛苦啦，我负责啦。哦，结果你爱打大头，你爱打。啊，有诶咧，金钱来来去，啊，无问题啦，好啦，我甲你借你几百万啦，我你迄一嘴讲出，你辛苦无钱，啊，无钱你爱借来还，借来还，借来还，结果多靠巧啊，用差不多来啊，是毋是在负责？好、哦，啊是讲咱政府对百姓讲出，好啦，无问题，要发什么金啦？你选举诶时阵讲发什么金？算计了无条啊，是啊，无去啊，因果存在，因果存在，信用存在，诚信失去啊，这唔对啊！啊，真侪人为着算计的事，什么证件拢敢讲，什么话拢敢讲，包括唔是伊的权限的人啊，以后我都讲到一定，比如乡镇长，我要建议中央安怎，骗人骗鬼，要建议中央。乡镇，你管到你权力较悬了嘛，还袂较省了，哪较中央？对不对？说讲话，你要企业要讨好众生百姓的时啊，你讲话不可不当嘛，你讲话爱分下分量嘛，下咱的职权，下咱的职务啊。啊，那有的人呢吼，
哇，我著坐车食新面饭，满满片片。啊，你啥？你来乌铁六十几十万来？你下摆个位有得啥？哦，你即阵请到下摆你个位就坐呢？骗人！哦，骗人的行为啊，爱负因果。所以讲话不可不当啊！在几年前，台湾有发宗教的风波，某一位先生，哈、哦。啊，因为发生一寡代志咧吼，人家政府处理。那么其中呢，一个查某人咧，我咱的信徒，啊，伊就来问我，啊，老师啊，我翁都死去啊，吼，死去咧吼，我去请一个迄个做大道公，我咧请大道公，我就摸摸一个先生一个通灵诶，讲做我若迄大道公请到，我翁就是后摆就大道公啊，即请到就大道公啊，后摆你翁大道公，啊，你安那？伊若请了，唔敢无请。若无请的时啊吼，伊绝对安怎？我讲你奉献去啊，你无智慧啊，无耻啊。那么，这里什么通灵者，伊就来讲哦，你先恁翁就大道公吼，即摆二十万啊摕来，有影无？古为家己含这土地公都做袂起，我就甲奉大道公。所以，这口话要处罚一把啦，要让众生信徒去欢喜，咱袂使哩不可不当诶，不可以诶。好、哦，咱爱实实在在呢。啊，袂使讲一个好笑话咧，讲一个无实的话咧，无符合家己身份的话咧。包括天公伊嘛，我都封你什么位啊？这个人无搞要封你什么位？死啦要封什么高位？无可能的代志嘛，好，所以咱在世间的行善立德、行功立德的重要性，各位爱去了解，啊，咱若无诶，咱来求去啊，希望上好啊，啥高位咧，骗人诶，啊，即摆真侪灵修的人，灵修诶，啊，灵修咧，哦，就开始咧，为着我啊，伊这个庙宇啦，哈，啊是这个中段修行的灵修所啦，哈。有者一个信徒会入来，吼，会当哦，我较侪人咧，吼，会当较侪，伊就开始讲，哦，恁今日修，现在这里，哦，你已经到你现在观世音菩萨啦，胡说八道，人伦也无真，啊，无确实修行，吼，然后欠债一大堆，葫芦与葫芦，一句与葫芦类，吹葫芦类，吼，一挂是非讲未煞，啊，一挂欠人债，啊，这歹代志做，该扛的要做，要做。他哎，五煞煞世间的出飘都严重有，什么观世音菩萨？咱做什么？哦，我是通灵，我是庙的主持，我都要给你封，给你安尼啊，骗人诶！不可不当，那煞的凶险，什么凶险？社会凶险，做生呢，这些人呢，开始呢，家己控股，因为我安尼就使，我用继续回人来，我嘛有心有高位咧，错误去啊！你们出完以众生，那不可不当啊！不可以轻轻在这胡乱断，断断无负责任嘛，这是不对的道理啊！好，另有呢，我来呢，好我的来呢，比丘会都好啊，我是什么神？我什么神？我你讲你晓得，哦，我是什么菩萨？什么佛啦？什么佛？你不是什么佛？伊什么法无？啊，无啦，人都想好高位化啦。我你哄骗你啊！无智慧，好、哦、什么？各位释迦牟尼几千年才修成修成一佛的，成佛释迦牟尼才有成佛尔，大觉者尔，现在阁要上。过去古种大着修甲呢，甚至可修十劫、二十劫都咧要咧修咧。你若清清采采咧，好摕一寡钱去啊，包一个红包咧，都什么高位啊？你哄骗你啊！那么那个要骗的，为着几个红包讲话去骗人，取出还于他人。所以这足危险的代志，造成社会危险，而且互自己呢，家己自己呢，造成因果，家己落入因果，也落入地狱，非常危险，家己的危险，爱注意。风生水起，好运来。各位十方神这些台湾现在修行呢，吼、哦，真济。灵修不是唔对，灵修咧，咱爱去学法，爱学道。好，灵修咧爱了解这法，变得后，你讲爱修观世音菩萨的法，你唔是观世音菩萨，爱注意。修观世音菩萨，你爱学观世音菩萨，也带住大悲的心。啊，咱修心养性，咱爱叫
修到同款的高位，修到同款做到高，好，这是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又显化，显化大神通，会当在迄个海中救人，你有法度叫你跳就倒唔着落啊！你要做啥观世音菩萨？好，啊，观世音菩萨，我都伫火大火中间救人起来，你有法度你跳落，你手机啊，差不多观世音菩萨。所以咱爱有智慧啊，唔通无你满咧，安尼咧，咱只有一个痛苦人生，吼、哦，因为就有这因缘呐，吼、哦，我看有够济啊，吼、哦，社会骗局真济啊，吼、哦，那么咧，讲出予各位做一个参考，吼、哦，各位啊，啊，希望咧，咱以后若要讲讲，咱也袂使哩上过分，吼、哦，袂用毛毛骗骗，那安尼咱有过爱注意。好，适时而止，咱袂做因果。那无，咱惊伊孙啊，爱甲咱排因果。惊伊孙爱排呢，毋是免排哦。嘿，你顶下讲骗着几千块、几万块，开会了的咯，这因果永远抹袂了。好，爱注意。好，啊是咱做一个政府去骗百姓嘛，袂使。恁那讲一句话，政府骗百姓呢？好，那么百姓一定记掉啊，时时这条小记掉啊，甲生生世世要记掉的。好，所以咱呢要心灵改革。对口开始，对嘴开始，嘴若无做，免谈，吼、哦、变虚伪的空包蛋，吼、哦，这要注意哈、哦。咱过来看，到时动是第四爻，吼、哦，动第四爻，第四爻呢就九顺，好恶并非相完，哈、哦，这里、个、啊，应断人去恶，必有虚形之相之相啊之相，哈、哦，咱的好恶，咱要甲人甲人甲甲人亲近。甲人亲在了，甲人斗阵，咱讲一寡话，互人有生命的活力的话啊，吼、哦，鼓励人的话，唔是真卡怂，唔是真卡怂，吼、哦，你莫看真卡怂，以上吼在讲，哎，少年要做好代志的，吼、哦，较过来天公会保你的，你唔哎呦，这老岁人讲一句话闹啥？我告诉你，你讲的是咱的问题啊。啊，是一个气质，哎呦，少年兄，本者吼，予你大富贵哦。嘿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时阵呢，咱就爱注意啊。你唔好讲一个讲啊，这气质突然讲起话，迄无啥啊，气质无啥分量啊，无金口啦。我告诉你，你的气质往往是迄个阿罗汉来化身的呢。哦，爱弄清楚嘞，迄是相缘呢。所以每一个问题，当下问题是咱的缺点。啊，一个去遮所讲话嘛，是咱的缺点；少讲就所讲拢的缺点。啊，咱爱注意啊，咱爱断人去恶。咱啊，咱要甲人好讲话，互人欢喜心。啊，咱实实在在。啊，咱唔通吼，即个叫做感觉有一个恶的念头，唔通恶的念头，咱爱去恶，咱必然爱喜欢喜的代志会出来。好，那么这个卦象呢，就甲咱讲啊，咱平常时讲话真正恶毒，意思讲咱讲话咧中伤人，即搞就是讲，如果咱讲话会中伤人，好，咱讲话会损啊，讲话互人会起烦恼心，好，所以啊，咱就真正咱爱改善这个缺点，好。咱啊，所以咱人生一定有这个哈喜庆的现象出来，事业自然就会顺势，哈、哦、家内就会平安。那么这个家内呢，翁仔某当当因为为着这个夫妻感情，哈、哦、为着这个话啊，讲话的代志啊，爱互相相尊重，互相相包容。往往呢，翁婿就是嫌某哈，这个某来这无水准。吼、哦，啊！我人搭一个小姐，偌水准，双人某都偌水准，错过去啊！啊，做太太的都，哈、啊，我翁婿吼，那这么无水准，别人翁婿那这水准，讲话拢起安尼，哎呦，有咧有望，我翁婿那粗粗鲁鲁，因为翁婿在咧讲啥，做工事嘛，啊，工事甲工人所讲的，就是这开口啊。那么大厝都，哎呦，哎，阿麦打理哦，什么打理？所以啊，咱讲话爱了解人的性，安尼啊了解人的性，好、哦、家庭互相会当相尊重，家庭会当处得圆满的，那么对嘴开始啊，无照咱的嘴来讲出无必要，照咱嘴来讲出伤感情，照咱嘴
讲出这个社会，还是一个团体，吼启动干股，这拢是非常的不对。好，这然后呢，就甲咱讲，咱讲话啊，哈，爱注意，莫歹的念头，啊，莫讲恶的毒，莫讲毒的话，爱注意，哈。过来，告诉帝王敖，当帝王敖，啊，当帝王敖呢，就是讲骄傲。公正也难免互小人包围啊，所以有危险。咱一个人伫讲话，真正那是铁，当然啦、啊，有当时嘛会小人甲你包围，小人甲你反驳，因为社会处处充满着魔镜。咱呐、啊，时时要听话要甲反驳的人，咱爱注意，爱注意，好，那这样咱来讲话咧。斩钉截铁，这个人明明都袂使你，你袂使讲歹话，讲伊无介意听，无介意听话，你讲出的是伊就对伊消极的态度了，要甲你反驳，也要甲你包围，咱就无必要。咱的媒体啊，往往抓到某一个官员啊，某一个民意代表讲一句话嘞，伊甲大做文章，这嘛足无道德的，这嘛唔对。好，那么咱啊，假使抓出一个官员讲出这话的时啊。好，伊若无事实的事代志啊，咱爱查清楚，查清楚咧，啊，咱该安尼讲，咱就安尼讲。那无咧，咱若真正，哦，我要反抗反对啊，这在讲到尾啊，你嘛是袂受伤。所以咱讲话咧吼，咱爱心注意，爱心非常注意。那我一个地主的朋友去大陆，吼、哦、开放以后咧，啊，咱要大陆食饭咧吼，去餐厅去食咧，好、哦、哼。即阮家的狗嘛食比较好，好、哦、好，好我讲到安尼一大堆的讲话，讲我真理如气壮，我台湾偌多钱，我安怎来来食一咱狗，那是狗的物件。那么呢，哈、啊、公安呢，伊就叫来，叫来，叫来讲，就甲带去，带去就关起关三个月，这三个月拢用我食，就是狗因大陆狗食的物件好食，啊出来三个月那骨啊，啊出来了再来讲，伊也含家讲嘛，含家讲。那么这地主啊，哈，信徒啊，伊再来，也讲哇，迄个好解，讲话呢，哈，那么太过于自负，讲话无可能留一个生命活力，啊，讲话侮辱人，安尼都不对啊，不好，啊，所以因经过口出来物件，造成社会乱象嘛，就是经过口，予咱人有信心的嘛，真济，经过口所讲出来，予咱这个，充满着生命活力嘛，足济。好、哦，那比如真济古今大德、大师啊，哈、哦，一个演讲家嘞所讲的话啊，予咱社会带来祥和嘛，足济。好、哦，咱爱个赞叹，赞叹你安尼来。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国立100。所以咱讲话爱真注意，无有小人甲咱包围嘿。好，咱讲话爱真注意，若无小人包围啊！好，因为咱小人包围，咱唔讲惊小人啊。好，咱造成小人做恶业，因为咱的讲话，让小人做恶业来。好，那安尼来是啊，造成人的家庭不好，造成人甲人中间的冲突，做甲人人甲社会下节节冲突出来是啊，确实咱做负这因果。咱来负因果，所以一切罪嘛是咱所造成的。所以咱讲话爱真注意，会使你饭加食，会使你加念佛，话但是袂用加讲，好话但是袂用加讲。嘿，咱过来看上六，上六，假使当着敌人咬，哈，当着敌人咬嘞哈，就上六，小人不得手段处罚一人的危险，必须戒除啊。各位，咱看人真歹看。但是有当看伊咧讲话咧，吼，咱就会当了解这个人是君子啊，小人。啊，真侪小人咧，为着达成目的，逐项拢讲咱好，当我讲好，事实我都歹，伊嘛讲你好，逐项拢讲好，咱耳康鸟便便的，等咧等听好话。我告诉你，家己嘛小人，耳康鸟便便听好话嘛小人。啊，那么一直去讲人小人，不择手段讲小讲这话啊，互人处罚一别人，取悦于他人啊。一时啊，这非常危险。这种人啊，吼、哦，往往拢是甘愿狡诈，
好，那么咱爱尽量离开伊，离他离远一点。咱不得不去，咱要做恶业。了以后呢，咱才去动根过来呢，去修果呢。那么迄时阵不对啊，因为是因果，这业是咱做的。所以，咱少年不得手段处安一人的危险，咱爱真正注意，爱分真正注意啊。故意是方善地修。咱人一个嘴，是用伫讲出话，互人充满着活力。咱毋是讲讲出话来挑拨离间，到处抹黑，会抹黑人诶人上悲哀。因为伊诶人生充满着不安，充满着惶恐，所以他要抹黑，用这抹黑诶方式来暗唬家己，叫做声东击西。结果有做着无？每个人现在人教育拢真好，大家目睭金酷酷，大家拢有知识，知识也发达，对吧？啊，那安尼是，咱哪有可能去摸别人呢？所以用摸黑的心态、摸黑的代志啊，为了达成目的的时啊，这是小人，那是选举要搁搞，啊，选举要搞，大家咧讲话讲一大堆，讲出来到处摸黑。伊摸黑咧，唔摸黑伊只人，是摸黑所有嘅百姓众生嘅心啊！各爱弄清楚，一个人咧摸黑食，摸黑伊啊，伊唔是摸黑伊啊，摸黑所有嘅全民、所有百姓、所有人民嘅心，因为咱经过伊制造是非出来，咱嘅心会起不安，咱嘅心起烦恼、起颠倒梦想起来，所以咱爱。负因果，啊，摸黑的人爱负因果，到最后了，人家会唾弃你，爱注意，人家会唾弃，人家看不起你，到处摸黑的，到最后的结果，好难看不起你啊！咱的祖先啊，脸上无光，诸多诶，无太辛辛苦苦，欠长日接多嘞，来好难来家嘞，哦，来世间。只是这个世界呢，经过咱到处摸黑，照着这个水，讲出无属实的话啦，讲出到处摸黑，造成社会混乱啦。祖公啊，负因果，咱爱负因果，子孙爱负因果，厝的人爱负因果。所以讲，伊是风尘地心。咱的水除了食饭以外，除了呼吸以外，哈啊，上重要嘞，就讲出有利益大众的话。予人充满着生命，予充满社会，充满着祥和的话啊！哈，那么这里就是真大的功德者。各位是方善知识，咱今日呢，哈，这个啊，易经心法，哈，第一卦，哈，来到这里，哈，到这一段落，啊，祝福各位。